启述第三章第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生命都写在他上面。咁我相信喺我哋连续可以话过几两个月去研究关于神嘅圣城啊，新耶路撒冷嘅概念，我哋对呢节嘅经文有一个更深嘅体会，系咪？我讲体会嘅意思就系我哋能够理解到里边唔系一个咁简单嘅题目啊。我哋知道里边直情牵连到关于神嘅计划啦，我哋嘅信仰啦，我哋嘅去处啦，我哋嘅身份同埋神究竟喺过去几千年全人类历史当中做嘅最大嘅主题系乜嘢？而我哋知道，我哋所讲嘅亚伯拉罕嘅信仰啊，我哋讲紧嘅关于啊节期啊、圣殿啊、出埃及啊，甚至我哋讲紧嘅以色列人啊、圣经啊，甚至我哋讲嘅新约时代咧，原来成个概念都系神去建立紧呢一个咁大嘅概念、咁大嘅目的嘅。嗱，但系问题我哋睇到关于启示第四章第十二节嘅时候咧，其实一般对呢一方面唔认识嘅人咧，就会有一个好大的矛盾，所以变咗，我觉得在呢一度，我哋慢慢尝试从呢个概念当中，俾大家理解一个更加清晰的图片咧。咁俾你理解到点解啊？即系当我睇圣经嘅时候，或者我睇关于好多预言啦，或者发生紧喺我哋周边嘅事，点解我能够从圣经里边去分析翻边啲一定会中，边啲一定唔会中咧？嗱，因为唔系话件件新闻都搭自圣经出嚟噶，唔系话件件嘅预测都搭自圣经出嚟噶。好多人去因为科学嘅预测。有几十种噶，你点知边一种系啱咧？佢唔系答圣经出嚟喎，有阵时好多时都唔系基督徒去 check 到呢啲嘅资料，或者系基督徒去爆呢啲嘅内幕出嚟，唔系噶。我哋点知道喺时间上同埋事件上边样嘢准确咧？我哋点样睇咧？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咧一睇就知道啊？呢、这个一定系嚟自圣经啊！不过我哋从来冇谂过咁嘅角度。原因咧就系我哋对一个全面大图片理解嘅话咧，我哋就越能够理解咧。好多呢啲嘅资讯啊，尤其是而家呢啲资讯爆棚嘅时代咧，我哋就会知道边啲咧系准确无误。原因点解？原因就系话准确无误嘅圣经咧，一早已经讲咗，不过我哋从来唔喺当中理解到咧，哦，原来系向呢个方向发展嘅。嗱，但系首先我哋尝试睇下一个概念先啦，即系对呢个城嘅理解有个好重要嘅概念先。嗱喺呢一度咧，我想俾大家知道咧，神所建立呢一个城咧，呢个更美嘅家乡咧，系分城。同埋分咗咧呢个殿嘅关系嘅，而喺圣经里面由头到尾啊，都讲到关于呢个殿咧，直城就系神嘅居所啦，直城就系同神成为一体啦，系神嘅辛苦啦，系坐喺神嘅宝座，并且咧系揸住铁杖辖管列国嘅。嗱，我哋一定要知道呢个概念系神好深刻地、好清晰地咧去记载，而完全系无误地喺圣经咧去铺排出嚟噶。呢、这个就系点解咧？在启示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节咧，讲出一段说话咧，有好多人即刻有轻机嘅去到呢度。点解咧？因为启示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节咁讲，佢话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嘅殿。嗱，你会睇到佢话佢冇见城里面有殿，唔系话等于城里面系冇殿，佢只唔见啫。点解啊？因为好简单，因为嗰个殿咧就系直情成为神嘅居所，同神成为一体，并且就系喺呢一个殿就系其实同神都一同坐宝座嘅辛苦啊嘛。所以你会睇到咧喺呢一度俾我哋理解咧，原来关于呢个城嘅细节咧，神可以话系非常之唔苟且地咧，好严谨地去记载，并且咧俾我哋知道佢嘅来龙去脉噶。而里边有一个概念咧，我哋而家可以从一个。叫做宏观咧，去理解啦，就系乜嘢咧？就系、是、简单嚟讲咧，我哋而家所讲嘅咁多所有呢啲嘅事，都发生喺地上以色列境内。而家呢一个耶路撒冷城啦，系咪？原来系咁嘅。原来喺历史当中，呢、这个耶路撒冷城由佢被拣选啦，一路演变啦，全个历史啊。即是说过去人类历史当中这么多千年的历史呢，这个耶路撒冷城是被选定了呢，去预表了记载了呢神去创造这个天上全个新耶路撒冷城连埋包埋他的圣殿呢的一个预表，一个活剧去给全人类看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宏观呢，那我相信大家那你就明白了，记住我现在讲的是全个
神在天上的殿，全个神所建造的城的一个对比，全个。换句话说，如果我这样说，你就立刻可以理解到这个城所发生的所有事真的作出一个这样的对比的。就是什么呢？这个城呢，它的历史呢是分两大段，一个就是主耶稣出世之前，一个主耶稣出世之后。因为主耶稣出世前，主耶稣出世之后，都是神都是建造天上这个家乡的。因为主耶稣出世之前有阿伯拉罕啊、摩西啊，这些是不是他们都是在希伯来书记载，这些人都是一起在神这个经营建造的家乡当中，他们努力，是不是他们等候，他们盼望，他们虽然未得着这个应许，存着信心死，是不是？原来在主耶稣出世之前呢，这个城呢是给我们知道呢神的建造的第一步。咁而既然係神嘅建造第一步，咁咪主耶稣出世之前，神嘅建造成个关于天上耶路撒冷只有一个乜嘢国家俾我哋知道，咪以色列啦。所以好简单啦。所以你睇到呢个城呢，喺主耶稣出世之前呢，我哋亲眼见到呢，佢完全係一个饼印呢，同以色列人嘅信仰同埋佢哋嘅归宿呢係息息相关嘅。嗱，我哋见到呢呢个城係点样被建立啦，这个城是怎样焚兴，这个城是怎样被玷污，这个城是怎样被毁。好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怎样，是完全在那个年份，我们看见他怎样去初刑，由神天主的手带领他们出埃及，跟着他们焚兴，是吧，他们的信仰，跟着他们怎样玷污这个圣殿，跟着这个圣殿被毁，一次再次神给机会他们，但一次再次他们都玷污这个圣殿，而到主耶稣基督主后七十年，这个圣殿是完全被毁，就是神完全不给机会他们。所以你要看到主耶稣讲的天国比喻里面，神是将这个天国给外邦人，就算连以色列人如果他信圣城耶路撒冷是神的旨意的话，他们其实不能够否定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很明显你会看到神在当时真的毁了耶路撒冷，他们没有机会再回转头，是不是？所以你会看到原因是预表了什么，是说给你听一个什么活剧，就是神将这个天国去给了外邦世界。 OK， 所以你会看到很明显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活剧。好了，但是问题，如果既然这个圣城是讲关于神全个人类历史当中去建立他天上耶路撒冷的一个预表的话，那不是主耶稣基督死后几十年，主后七十年就终结，不是的，他还有下文的。因为跟着过去的二千年，这个耶路撒冷呢就告诉我们神做天上这个圣城的下一部曲，就是建立圣殿，在不同地方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去建立这个圣殿，然后呢到他回来的时候呢，他一次过就将他契合了，变成一个辛苦，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呢，关于新约的时候呢，这个预表不是停了，耶路撒冷一样是对比了给我们知道一个的事实，就是耶路撒冷可以说是在主耶稣离世之后呢，去到主后七十年发生一件事嘛，也就对比回当时的教会是什么，就是首先就是他被毁啦，是不是？他完全被拆毁，是不是？然后他们拆都变成个废墟啦，是不是？但是问题，由主后七十年至主后一百年发生了什么事，在基督教界好简单，就是说主要当时你会看到的这个基督教呢，是完全可以说对旧有的传统的一个拆毁和信仰的拆毁，让很多人真的在耶路撒冷也好，全世界也好，接受基督教。但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怎样，他做好了一个根基，做好一个新的根基。我们看到在当时主后一百年那段时间留下的，现在我们的书信就是我们这本圣经，是不是根基来的？他不是留下这些人在这里，留下这些书信，而事实上过去我们所说的一千五百年当中的，就是这些的教会的真理才慢慢才叫复还回的，是不是？是完全好像废墟一样的。所以你会看到跟耶路撒冷一样，我们看过二千年当中呢，他先是被拆毁，跟着成为一个新城的废墟根基，然后最近才在这个废墟根基当中重建嘛。我们看到1900年的时候开始了什么，开始这个赫殊尔的这个石安洞，是不是？就是说要想着复国。好了，我们1900年的时候看到神认同这个教会了，神的圣灵回到教会了，我们见灵恩开始了。我们所说的1948年直成他们是立国，是不是？但我们看到1948年的时候，神又开始建立他的天国，按守礼，跟着你会看到敬拜赞美，跟着五旬即时慢慢复还回教会。
1967年嘅六日之战咧，亦话俾我哋听，外邦人嘅人数咧已经初步系点样啊？可以话有警钟啦，就嚟满啦。因为我哋睇到六日之战系代表咗乜嘢啊？代表神创造人类嘅6000年嘅时间已经到咗啦。直至到今时今日，我哋亲眼见到咧，到现时啊，呢、这个第一我哋知道啦吓，即系呢一个嘅圣殿仲未完工。但系问题我哋又。大家都知道啦，無論佢哋裏面嘅家私啦，佢哋嘅禮儀啦，佢哋建築嘅材料啦，佢裏面嘅所有器具啦，佢哋嘅甚至祭司體系啦，其實喺唔同嘅地方已經分別咧建立咗，分別嘅去點樣訓練咗，等到有一日咧，佢哋可以喺呢一個聖殿山上重建嘅話咧，佢哋所有材料、所有建築物、所有嘅禮儀、所有嘅祭司就可以集合即刻起到呢個聖殿。但是今时今日的教会岂不是都是这样，我们好像所罗门的殿一样，在不同的地方默默无声地，神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建立了这个辛苦，有些就甚至已经离了世，但是有些现时还是存在的，还是为这个世代的。但是当被提的时候，我们一起都会被提到天上，一起集合变成这个圣殿。你见不见过去我们所讲的几千年来的耶路撒冷，它被称为圣城的原因，其实就算连以色列人都发现，就是这个城市所遇到的东西，其实是跟神所做的时代计划是贴埋的。如果当旧约的时候神的时代计划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话，那这个圣城就代表了什么？以色列犹太人他们的信仰，直至到他们圣殿被毁，主后70年他们流亡去国外。好了，但不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圣城一样是预表了神所做的东西，神是没有停到工的。而这点给你看见神所创造和他的掌管是去到什么程度。而如果用这个宏观的话，我相信 你现在就会理解一个来这几天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概念，就是为什么我会看到某些东西在未发生之前，任何人就算我讲了，不要说未讲之前要去见到，我讲了他们都不信，直至到发生了之后他才知道，咦，为什么日华会知道的？为什么日华在这么多东西当中又会找到的呢？是不是撞彩呢？是不是钉色仔呢？其实不是的，就是因为当我们对这个耶路撒冷现在会发生的所有东西，其实是对比了神的掌控，以及神刻意摆在耶路撒冷当中，是列国的一个什么，一个旗帜，一个旗号，去给我们知道神对耶路撒冷的故事呢，其实呢不是因为他对这些城市、啊、这些的城墙、啊、这些的石头、这些的建筑物的故事，他对耶路撒冷的故事历代历世以来，就算主耶稣基督对耶路撒冷所说的预言呢，都是对神的天国、啊、神所建立天上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的一个故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圣的名并我的生命都写在他上面。如天中幻变，孩如动千色转变，但你心恩长存，你真爱怜悯常在我心中隐现，你应许最信实没变迁，你祝福永放在我面前，你温馨爱意漫遍我心，回响千遍。神给故事后恩给我热恋，无尽然给百年，神给我的故事口音千世未变，常默默伴在我身边，从炎夏冷冬你恩典每刻可见，你口音跟我和谐相共念，恒久不变。